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主题哦。我们刚刚讲了臀部，那我们现在要到地垫上面，因为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腿部了。好，大家认真，我们在旁边看。对，好，我们踩，应该还好。我们左脚点出去，右脚跪着，就这边是90度的角度，然后我们右手碰地板，然后左手叉腰。然后我们把左脚抬起来，先抬到水平，什么动作的？等一下，我们现在练的是大腿的外侧，就是修饰你的线条，就这样，没有，悬空，一、二，老师同意他们腰直下。腰比较没有力，核心没有力就会掉下去。我的腰太超级棒了，真的帮我看一下。还有吗？这个太难了，你超级，超级，我会帮你按按。小心小心，这边小心，小心小心，我先坐，赶快，我去拿香蕉。是不是？是普通就要吃保养，但是现在吃，现在来不及了。现在吃没有？还吃？不是我吃，就香蕉皮给他敷哦。因为这个动作啊，这个动作可能就是你平常要有运动的习惯，你的核心要比较稳定。哦，他们的核心都比较没有力。对，因为核心没有力，当你可能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吃力。所以它是核心跟下腹部的力量。所以当我们做这个摆动，我们换另外一边，高跪姿，然后。右手叉腰，对，然后注意你的身体不要往前或往后，它就是正的，然后这样抬起来，对，然后在这边做轻轻的抖摆动，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酸，就是大腿的外侧跟后侧。不错哎，佩仪，对呀，天哪，哎，佩仪姐很好哎，这一脚我还 OK。哦，所以你的左边比较，左边的力量比较有力，嗯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，还有，为了你的下半身，这个动作比较简单。我们刚刚是高跪，我们现在是这样子侧着，右手撑地，然后呢，右脚这样，左脚跨到右脚的前面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是抬我们的右脚，轻轻抬下来，对，抬然后放下来，对，这个是练内侧，但是它也会用到外侧，对，然后抬起来的时候吐气，吐气，吐气。然后一样，肚子那边也会，也会，我们一样做10次，加油，同学。8、9，他好歪哦，要从你的上半身，对，快 L 型，他本来就歪的，不是，你的人有点往前折，你要一直线，等一下你脚先回来，感觉很硬，好，然后脚折过来。哎，你为什么这样？我很奇怪。啊，你这个手过，他是歪头啊，往前，对，好。OK， 然后抬。其他同学可以坐另外一边了。啊，好，如果你要，对。好一点，是这样吗？不对，不急，要好，然后换边。好，哎，换边。天使都是这样来的。换边。想要成为天使，必须要先下地狱啊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真的，天使太厉害了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佩仪从第一堂课一直到现在这堂课，她进步很多。OK，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，不嫌弃我，不放弃我。而且我觉得运动，就刚刚佩姐一开始讲的一个观念很对，就是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像维密一样，可是我们要向她靠近，而且不能够因为我们觉得很遥远，我们就不努力。因为你一旦开始，对你一旦开始做了，你就已经成功了，所以就是不可以放弃自己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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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总是好，你各位同学先哈，莫慌。在做这些运动的过程当中，不可能马上瘦嘛。对啊，是。那你选几个同学，你稍微让他们有个造型，有个信心。哎，刚刚谁说要像蚂蚁腰的？我，佳瑜啊，你要像蚂蚁腰？我要。OK， 哦 ，OK。对。有为难，困难的有困难的。OK， 那还有一个要翘臀的。翘臀。啊，那你就把那个穿在外面就好了。翘臀比较简单。OK。好，那还有要全身瘦的，就视觉要感觉瘦5公斤的，好，找靠衣服就好了，运动那太累了。是没有啊，就是老师在你们瘦身运动的过程当中，再给你们一点点，你知道鼓励，对，看出就是你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上这个课上的好值得，对，成就感，好不好？加油，交给林彦廷老师。